这件商品出来之后，预期会造成市场什么样的反应？那这个呢？为什么印花乐要？为什么要邀请印花乐来合作？为什么我们要跟你合作？哦，那这个东西是一个预期效应。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合作来共创好商品，这是一个总的来说最大的目的。好，那因为其实你们现在没有办法做那个简报嘛。我等一下跟就是在场工作人员稍微讨论一下。那我现在这边有网络吗？我现在初想的方法是，大家可能手上有纸张啊，或是 A4 纸，你们讨论完之后，把你们的点子写或画在纸上，你甚至可以构画草图、画商品出来了，然后用拍照，大家有手机嘛，拍照，然后我会给大家我的电子信箱，直接传到我的电子信箱，我们等一下直接在上面就可以。来，对不对？好吗？可以吗？还是大家有更好的想法可以做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先脑力激荡。我们现在是25分，我们脑力激荡到50分。好，50分，然后我们开始来做报告。啊，中间我随时都可以找我。一感情。